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、压迫、奴役我们。谁妄想这样干？ 物质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精神文明、社会文明、生态文明协调发展，创造了中国式。百年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，领导这个老百姓。 这个翻身，觉得过上好日子，当然是。今天穿特意穿的漂亮点衣服，就是庆祝党的生日。那包括尤其这两年疫情以来，我们都觉得，中国治理的还是很不错的啊，至少我们很早之前就已经能够正常生活了。